上好，今天的直播有史以来大迟到啊。Hello， 晚上好。晚上好。来，哇，大家都在等晚上的直播，胜利厨房直播对吗？你的小妹回来啦。哇，这是小孩子也是很潮 ，Vera 回来了。今天直播大迟到啊。什么原因？等一下人多了，你迟到了，我也迟到。对，我们迟到了。对对对，迟到。等一下，等人多的时候才一次给我解释原因。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今天要做红糖冰粉。红糖冰粉啊？对。来给我们 like and share。今天是小小的迟到，但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东西蛮特别咯，是一个甜点，最近流行的甜点。小妹收了，收了很久了，啊，小孩子很潮。阿婶，潮啊！我们这里小孩子好恐怖啊 ！Please quiet。没拉去叫他们安静啊。给、okay, 大表嫂不在那小孩子就放肆了的，乱乱吵了了。大家晚上好啊，今天表弟跟 Miki 跟嘉伟小弟都不在，对，就是 Vera 在，还有红红，红红也是 baby 要营业啊，已经退休了。大家晚上好。Today making what? Today is making 红糖冰粉啊。一个 dessert， 它是像 jelly 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是会要用到这个东西来做 jelly 啦。白凉粉是中国甜品啊，都是用这种的啦。然后还有一个是冰糖。我们等一下会做红糖酱。哦，红糖啦。啊，我们用两种糖去做。就红糖加冰糖，然后这个是。这些是它的 topping。Topping 是红豆 raisin，、哦、然后一定要有的是山楂糖啊，山楂饼，山楂饼，然后还有西瓜，渣男渣女就吃的山楂饼和西瓜，别的水果也可以是吗？别的水果都可以，这是是 original 的冰粉啊。OK， 这个冰粉其实是中国来的甜点，我没有吃过嘞，其实我听过。我看过没有吃过，然后 Vera 最近听她的老公讲哦，天天都要吃这个甜品，所以她就把这个甜品做出来给大家，要分享给大家她的做法，非常好吃又简单。大人不在啊，对啦，大人不在，小孩子世界好潮。现在我叫现在是小孩子的老公去控制一下他们家。大家晚上好啊 ，OK， 我们没有看这直播来。我们大概有500多个人数，我们可以讲个故事了。其实到9点要到的时候我们才慢慢的站起来，拿着手机要开始直播，发现哎，我不是表弟好主意的 account， 我不能控制表弟好主意的 account 啊，然后我就快点 call 去在泰国的表弟跟 Miki， 然后没有带电脑 ，control 不到，然后电脑在这里了，我们就靠自己的。智慧啦，摸索一下，慢慢的，哎，按来按去，然后我们就哎到自己做 admin 了，OK， 用了20分钟的时间在摸那个表弟好主义的 page， 我好惨没有被我 cancel 掉那个 page 啊，delete 那个 page， 就孤立了我跟你，所以啊，我们没有迟到时，我原来不是 admin， 也不是那个 controller for 这个 page， 也算 delay 了一点进来。但是我们有到啊，有到迟到，但是有到。大家晚上好，那给你们一点迟到嘞，让你们呢有点心急、紧张。哎，到底有没有啊？给你们想念一下我们20分钟，所以我就看大家的心是不是真的很在乎我们的深夜厨房。哇，我们的 NC 分享了5个群组，感谢啊，谢谢大家 like and share 啊，支持我们的小妹今天做的她。现在最喜欢吃的甜点，哎，我们可以开始啦。OK， 所以我们要用的就是白凉粉。白凉粉、啊，白凉粉你可以用可以在烘焙店买啦。现在容易买啊，以前比较难买。或者是 Shopee 也是有卖的。通常他们是用冰粉纸去做啊，是有一个中国有一个那个
冰粉的纸，嗯、然后我们就拿掺水去搓搓搓，它就会变成那个冰粉。哦，好像那个阿姨冰一样。但是我们是简单化啦，OK。我们是用白凉粉，白凉粉的口感跟那个冰粉的口感是一样的。哦 ，OK。Okay? 所以我们 Alicia Wong 讲，我有想到这个问题。对，哎呦，大家都是聪明的、啊，只有表弟跟 Nikki 没有想到，然后我们也没有想到。嗯，啊，给、okay, 大家。没有瘦很多啊，没有瘦啦，还是一样。一样啊，她老公讲她胖了啦。啊，肥了、哦。她讲她等下要去吃宵夜了，是了吗？对。哇，我们的其中一个粉丝口水会讲，吃到过没有到？对呀、啊。对，吃到好过没有到啊。你们大家也是吃到也是好过没有到啊，嗯、虽然迟进来，但是我们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室。OK，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容器。就是你有一个玻璃的容器，等一下我们要倒进去里面，要给它冷。OK， 所、so, 以准备一个锅，量一下。所、so, 以我们要18克的，这个 recipe 大概可以做2到3碗。两、okay? 到三碗的。Depends on 你要吃多少啦。哎，我的剪刀。它的口感就有点像爱与冰，像对对对，它像爱与冰这样子。爱与冰有时候太软了。对，爱与冰它也是用那个一个纸，去做的、嗯，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哦，有粉丝讲 ，Esther Ding 讲最近很流行哦。对，最近很流行，所以你做这个在家里吃的话是很冷，而且你做这个哦，你放了冰箱哦，它那个 jelly 是很冷的哦。对，冰冰这样子的。他刚才给我试吃、我讲，我给你试的那个是没有放过冰箱。口感 OK， 你是觉得好像要冷冷吃比较好吃。对，因为我刚好没有放冰箱，刚好我刚、那个汤是刚刚煮了，所以你放冰箱的吃哦是特别冷，特别好吃的。嗯。然后一定要配这个山楂饼。山楂饼。山楂饼 OK、这个是超过的。缩水了，缩水了。缩水了，我刚去买的时候是小个了。而且这么大，我记得。而且松松的，你看啊。高的，对。哦、嗯。哎，可以加钱，不要缩水。OK， so 18克的那个白凉粉。18克的白凉粉，来，多少配多少的水分量？450克的水。450克的水，所以18克哇，这个很冷冰哦，那个分量没有、这个一包大概才16克啦，你可以做完啦，它做半包，我没有要做完啦。OK， 450克的水加18克的水。OK， 你掺在一起先，你不要煮热先那个水，冷水掺在一起先。啊，因为为什么呢？这样子呢，你的那个白凉粉跟那个水是可以在一起融。所、以你煮出来的话不会有一粒粒的感觉，是也比较 clear。OK， 大家晚上好、啊。450的、啊，有一个粉丝给了我们50个欣赏，但是谁看不到啊？谢谢你啊，总之谢谢你给了50个欣赏。所、以我们收好。我们的 Ketra 看到了，谢谢你。来，我们拍一下，你们可以看去药材店啊、烘焙店啊、上网啊、Shopee、Lazada 都可以买到这个。白凉 粉，你可以 screenshot 一下啦。OK。OK， 我们 stir 均匀了，冷水，对 ，mix 那个粉，然后我们就开火，开火给它滚。对，其实跟做 jelly 一样啦，只是那个分量要拿捏好来了。对，不停的搅拌来，你看到吗？搅拌到它滚、这个也可以消汁啊，消你手背的，而且这个这个我发现到这个算是。算是不会再有罪恶感的甜点，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有用魔芋粉。哦，魔芋粉，魔芋粉是减肥圣品、它的成分里面有魔芋粉，但是有糖就很难减肥了。更没有糖了。啊，你要配料有糖。你要配红糖、所以这个算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甜点。配这个红糖，红糖就是女性对的补品，我们的子宫补品。你假如不要红糖，你可以放姜糖啊。Depends on 你自己喜欢的什么糖啦、然后这些的水果啊，你看我放的东西都是比较健康一点的啦。健康，对，健康，对。啊，吵啊！吵啊！我的小孩子，大家如果听到很不耐烦，你要关小声音啊！我自己都顶不顺那小声音。Diana Lok 讲 ，Both sister doing the show alone, great job, bravo, 谢谢。Lily Chua 问，可以开大火煮吗？
可以，你就一边要搅拌哦，不然等下会超大。啊，你要注意啦。你看它一直在搅拌啊。所以它也不是用很大火，你在用。我是用全。哦，它用大火啊，改的为因为电炉啦。电子炉 OK。如果你是火炉，你不要太大啦，我觉得。中火就可以了。中火就可以。只要它滚就可以。哎，叔，我们准备一个 sieve， 等一下要过筛。你等一下先啊，如意，你看到我在做直播吗？加米奇打电话给你的女儿骂笑她。OK， 你看滚了，我们就可以关火了。它一滚，我们就关火。Alicia Wong 讲，会你要重做香菇吗？没有啊，我们是暂时代播一天。OK， 我们就需要一个 sieve 去溶过筛。好啦，大家晚上好啊！我们这里很多小孩子，很吵，他们现在在骂架，所以啊，你会听到一些很吵的声音啊，大家原谅一下啊。小孩子是最难控制的。啊，对啊，我们过筛就可以了。啊，我们过筛，我们看来煮的这个白羊粉水。嗯，你看是特别的透哦。哦，你看它像白薯这样哦。对。然后我们就冷却，然后放冰箱。冷却它，可以冷却了，放冰箱就好像我们做爱与冰啊、煎一样的方法。你放冰箱给它冷一个大概三个小时以上啦。嗯就 OK 了，已经有做一份了对，我有做，我有准备好了。OK OK， 你看是完全透了。OK， 来我们来看一下，clear 的这个煮滚了哦，有点烫烫的感觉，大概应该是有七八十度的温度。对。OK 来。它也没有滚到很滚哎，它大概是稍微冒泡了就干了。你不要太滚哦，太滚的话，它等一下它的那个东西就会越浓稠。OK， 好、嗯， so, 我们现在来煮红糖酱。红糖酱来。红糖酱，我们就需要红糖啦。嗯。So, 红糖跟那个冰糖是二比一。来，红糖跟冰糖是二比一，所以红糖会多过冰糖。OK， 对 ，OK， 然后林 SH 讲的吗？水多少啊？你讲那个白凉粉是吗？啊，对，18克加18克的粉，再加450克的水，就你买的你买这些包装的话，后面会教你的 recipe 是多少，分量是多少？对对对 ，OK。刘娜丽讲，喂，她今天看来好累哦。会吗？啊、没有擦口红啊，应该是。结了婚是这样的啦，放弃自我啊。没有啊。我跟你说，我们放50克的红糖。来买50克的红糖。哇，那小孩子真的是，表嫂不在啊。平时如果表嫂在啊，会骂到，就抓着他们来骂的。现在没有了、啊。等一下啊。你们去主林关麦先，我关麦一下。啊，我叫一个 Vera 去绑着他们的嘴巴一下啊，太吵了，顶不顺了。OK， 这个就是红糖，对，它应该不叫做 Vera， 应该叫 Brown Sugar， 但是我所看的 Brown Sugar 是没有这么红的，所以你还是要看那个 Gula 啊，是 Gula Vera， 对 ，Gula Vera， 这个也算是药材店那些都会有卖的啦。来，我们过来，来，我们等一下，别让去教训那些小孩子。OK， 看静下来了。OK， 等着你看。Let's go。你要不要看别让这样啊？全部很怕他的。什么？多少克的红糖再加那个白糖？50克的红糖，然后25克的冰糖。25克的冰糖加。所以我们就是2:1，其实是3:2:1的意思，就是水算式是三，就是100克的水。嗯、但是你可以多一点啦，120也 OK。嗯，所以你自己调啊、哦。有人问椰糖可以吗？可以，可以啊，但是不是正宗的那个糖、啊。对，通常他们是用红糖。叫做什么？我们叫做冰糖红糖凉冰粉，就是中国的甜点，最近蛮流行吃哦，可以学一下简单一下。然后 Vera 也是连续一个礼拜每天都去吃，大的干净了，小的在吵了。
不会讲话，但是还可以制造声音，我都不明白。给大家晚上好啊，谢谢大家的支持。OK， 所以我们倒入，我这里是120克的水啦。120克的水。嗯、OK， 所以你要慢慢煮它了。来，我们煮它有冰。然后这个不可以太大火，所以我们是中火去煮、哦。不然就变成 caramel 了。不然它太快焦，你的糖没有融化，所以我们要慢慢去煮它。好。然后我这时候也会放2颗的红枣下去。好像很养生哦。对。好像我们女性啊来了 period 过后要吃的补品一样啊。你可以放姜下去也是 OK 的。姜也可以啊，就变成姜糖了咯。对，姜糖。美女煮什么？美女煮红糖冰粉啊，没有看过的，你可以了解一下，这是中国的甜点。有吃过的朋友可以在这里讲一下你们吃的感觉啊，你喜欢这个甜点吗？大家晚上好啊，谢谢大家的来支持，我们已经有1300人啦。来了，这切着红枣，2颗红枣是吗？对，2颗。不要那个种，不要那个种子。不要啊，去掉种子，然后这样慢慢去搅拌，搅拌给它融化。然后你这个火，火它开蛮小的啊，中火。OK， 如果假如你的火很大，你就小火咯，小火慢慢给它煮。米勒利讲，不要出马管孩子。啊、好像付他们没有销量，好像没有下一次有声音啊，是这样，我们尽量啊。有销吗？有啦，有安静啊。那个小的不会听维拉讲话，那个还不能控制。因为我家门玩一个游戏。哦，你讲。不准笑，不准讲话。我们玩一个 silent 的游戏，不准讲话。当我做完 show，我就给他一个奖励。嗯，他的奖励是什么？一碗红糖冰粉。哎，讲话了喽！ Okay. 今天表弟在前麦啊，他跟米奇表嫂啊，还有我们的那个优品的主播他们在前麦。你们有早上跟下午的直播吗 ？OK，、oh. 这时候我们不要管他先，我们先准备材料。OK， 来、okay, ，So 一定要有的是 raisin。葡萄干，红豆看你家有没有，有也是可以，不要有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红豆蛮搭配。你是自己煮的还是买的？这个是我店拿来的。这是罐装的啦。对，这是韩国的红豆来的。韩国红豆啊。你可以用普通红豆也 OK。一点点的花生碎。花生碎。花生碎也是我觉得算是必要有的，因为它有带出那个口感跟香脆。像我们的 ABC 这样的。这个沙渣饼。你看它多小个，以前几大个哦。我记得以前是5毛钱，现在是。而且以前的颜色比较深。以前是5毛钱，现在是1毛钱的 size。所以其实物价上涨哦，可能价钱看不出，可能你的，可能还是 old childhood 的甜点没有这样多人吃了是吗？对，我没有吃了的。然后我们切碎啊。很说讲小孩子很会吃啊，胖嘟嘟，吃很胖啊。你要看他是吗？等一下我叫他过来看。所以我们先 focus 这里先、我们切碎、切碎，把我们的那个山楂饼给切碎。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啊。哇，你看小子在哭。OK， 我们放在一边。把我们的山楂，你刚才吃2包是吗？什么东西？2小包那个。1包。一把，我觉得这不是以前的牌子，看你自己喜欢，你要放多少？很大分别的，很大分别的。什么东西？这个不是以前的牌子吗？不懂哎，我真的是去那种超货店买的嘞。是这很难找到了的啦。西瓜就看你切的那个 size 啦。西瓜切多少？就看你要放多少的分量咯。嗯，那我们把我们西瓜，它就切了2片，然后把它去皮。然后切成一丁啊，这叫丁吗？切成一块块、啊。小块啦。一小块。因为佛点缀的嘛。佛点缀 ，OK， 这样没有都可以咯，点缀。要有一点西瓜的口感，我觉得。哦，有一点水果的口感嘛。对，你可以放芒果啊，什么都可以放啊，其实。对。你要酸酸的感觉，你就放那个 passion fruit 啊，白香果啊。还在红糖在煮着，煮蛮久了，我都忘记它了。
要给那个冰糖融化先。那就是水水的，它不是那种稠稠的。它慢慢会越煮越稠的，它就会像这样。这个是煮好了的，煮好就是、这个是我锅筛了的。然后 OK， 它是比较浓稠的红汤、OK。金波院长，嗨呀，嗨，大妹、小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想你们咯。是啊，我们也想大家啦。久久见一次比较恩爱呀、啊。OK， 大家晚上好。OK， 西瓜我们就放一边。嗯，西瓜切了，切 cube 了哈。So， 有点西瓜那个口感是真的是，就是真的是夏天的。甜品了的、啊，就是凉凉冷冷样子，因为最近天气热的话，你吃就很好。对对对，大家晚上好啊！公开分享，感谢啊，感谢你们的分享啦、啊！来看煮一下红糖。你小火煮的话，你也可以煮到那个红枣慢慢的入味进去、哦，那个红糖里面就有那种红枣味的红糖。如果你放姜的话，就红糖有姜糖姜糖的感觉。姜糖。对，山楂有大片的，对，我觉得可能牌子的问题，这个真的是很偏次嘞，真的是偏，让我们的童年梦幻灭啊！哇、嗯，山楂片好多店都有卖啊，我没有什么注意看，可能没有吃了，可能你要去到比较大的 market 就会找到，叫叫叫，太大一点。继续的搅我们的红糖，给我们的那个冰糖融化。嗯，你冰糖可以切碎了再放下去也是 OK。OK， 说红糖加冰糖啊，它有掺水。对，三二一的分量、啊。对，三二一的分量。水是三，红糖是二，冰糖是一。嗯，你这样子来搭配啦，说、可能你自己可以 adjust 啦。可以完全是红糖嘛，我不要冰糖，不要冰糖。可以。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啊。有时候只有红糖，又懒得去买冰糖。嗯，因为这个糖是让三种不一样的糖下去，给它有更比较层次的甜味，连糖都要有分层次。对。搅到它浓稠为止啊！你看它搅，你看煮到还是有点水水，不过它可能它过后就会把水因为它的冰糖还没有融化。嗯。看起泡泡了，它用的是中小火啊。哦 ，99 mark 有卖哦，我没有去看哦。哦。我们是经过买的啦。我是刚好去 shopping mall 看到找到，因为 Aeon 没有看到。嗯，有点开始稠了，开始比较浓稠了一点。你煮好了也是要给它冷却啊，它冷却了也是会更比较浓郁一点的。是啊，翁玉丽讲大妹的小儿子呢，他儿子很可爱啊。等一下直播，我现在很坏蛋哦，我跟你讲，他是可爱，然后一坏蛋说你生气不到他。啊，他叫慧萍叫姨。还会叫拉爹了，现在开始会讲话了。说他昨天回来看到拉爹，直接拉爹，我吓到了，我叫拉爹哦。他终于讲，我终于讲得出口了。我平时在心里面讲了。是啊，之前叫他叫拉爹，他又不叫不出。叫不出。哦，今天也是会叫姨姨哦。突然间会，他们比较慢啊，讲话。现在开窍，要两岁之前要两岁了，所以他开始讲话比较好一点，比较可以讲很多字啊。真的，哎。水库哦，的小坏蛋库哦，差不多要好了。那个小可爱库了就不可爱了。嗯，小恶魔了。哇，很浓稠啦！闻到那个红枣的香味吗？对对，它红枣味蛮重的，很重哦，不会那种死甜的味道咯。对对。嗯。就有那种养生的味道啊，还是糖啦。你可以不用放这样多了，这你可以收了嘞，哎，煮好了可以收，然后你就可以改天泡水喝啊，也是可以的。嗯，你做一些甜点可以放下去啊，豆腐花可以放这个糖啊，对对，你可以配看你要什么啦哈。OK， 煮到浓稠就可以了，已经浓稠啦。你可以过筛啦。
过筛就是把那些刚才的那个红枣刮出来去掉，但是我觉得没有过筛都 OK 了啊，你就放进你的玻璃罐咯。嗯，你可以，我看他们是有放 lemon 片啊，哦，还有一个香气在，所以你可以自己 DIY。 对，自己 DIY 没有，你可以放，这个是过了筛的，连这个就是没有过筛，没有过筛就是有那些颗粒在里面的，对，红枣那些OK 的 ，OK， 所以给它冷却，我们才可以用。OK， 所以我们现在来切我们的冰粉，对，存了三个小时的冰粉。OK， 来，所以这个是刚刚煮好的冰粉，哎，基本上还没有凝固嘞，它满水一下。啊，这个是刚才煮一个小时前的冰粉，一个小时还是水水，看到没有？嗯，它是短短的，所以它真的是不可以动它的哦。然后这个是冷却了的，对，超过三个小时的，看到没有？嗯，它就是硬了的，它就是，它也它的硬的口感哦，不是那种 grass jelly 的口感，它是很柔软的口感。所以你煮到这样哦，十分钟、二十分钟还是这样哦，你不用担心你做错啊，啊，真的它是完全会这样，它是要三个小时后。对 ，OK， 你可以你冷了不烫了，你就直接放冰箱。啊，再给它冷到三个小时，你才开始切咯。所以切我们就看切成那种 square size 啦。哦，全部就切成一块一块就对了，对，小块。一小块，切成 square 的 size。这个没有放糖哦，这个完全没有放糖。所以如果你要减肥又想要吃些甜品的话，你就不要加糖哦，这可以，可以，这个可以自由搭配的糖。对对。怪不得天天去吃啦，都不会胖，原来这是秘诀。就它的配料是看你自己喜欢的，嗯，OK？ 你这个你学会了，你也可以拿来卖啊。哦，我，okay？ 我有人吃嘛，喜欢。有很多人吃的。那我没有什么看到，还是我最近没有什么出帖？不懂哎，现在很多巴沙马浪都在卖啊，这个。太久没有去巴沙马。你看还是完全很透明的，你看。对。跟冰块这样子。它就。看到很清，清透清凉，这个完全是没有味道的，这个没有味道，它是口感，它就跟爱玉的原理是很像的，爱玉饼也是没有味道，但是你可以放，你去搭配你要的东西啦，对，所以我们就放完这个，等下那个糖啦，对，如果你不要这样甜，你可以放少一点糖啦，你就可以放，来，我们再我们放一点那个 raisin， raisin 在上面，嗯，我不是很喜欢吃 raisin， 就不要放这样多也是可以。然后红豆啊，红豆 paste， 红豆的 paste， 嗯，好像我们的 A B C 这样。对，然后西瓜，西瓜也放一点，西瓜水果都可以放多一点呢，啊。嗯。啊，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啊，谢谢大家。然后哦，没有讲夜市有卖，是我没有去夜市有卖，真的很久没有去。山楂饼。对，山楂就可能就是那种甜腻咯，它有点酸酸的，因为它有点脆脆酸酸的感觉。嗯，然后还有就是花生碎，花生碎也加上去，嗯，这样子就可以了。哦，好了，然后我们就放一点那个灵魂糖浆，对，哦，红糖，我觉得一汤匙就够了啦，看你自己。你刚才放两汤匙，对，一汤匙半啦，我放。来，这个就是这一碗卖多少钱？这一碗。10块，10块钱啊 ，OK， 这个是非常容易做，只是你要做那个冰粉做好了。对，其实接下来的配料你都可以自由搭配啦。对。哇哦，想要吃吗？看到会想要吃吗？忘记买破叶，可以放一个破叶在上面。如果放叶子就感觉上就比较美。晚上好啊，大家。就这个也可以加蜜果吗？什么是蜜果？懂，我看有人放那个白香果，薄薄的那个珍珠这样子白色的哦，也是有。其实就觉得是自由搭配了。对，自由搭配，有人放芋圆啊，都有啊。你做好那个糖浆，山楂，主要是你的糖浆做好了就可以了，你就可以自由搭配你要的口味了，嗯。对，你看它整个冰块这样子。很疗愈的嘞，你看到它，它就是水晶水晶的那个，对对对，很漂亮。你懂那个日本啊，不是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甜点原色？哦，我知道水晶什么水滴啊，也是一样的，它上面也是放一个红糖浆。我其实没有吃过，很想吃，吃了过后就切这样子。啊，对，
会有那个，但是那个东西要冷冷吃才好吃，越冷越好吃。好像要10块钱在巴沙马拉买。对呀、啊。玻璃碗是看不到啊，看没有这样清楚啊讲。但是如果你放了那个糖浆，就看到比较清楚。对对。你可以先放糖浆先啊，来我试个示范一个。Serene 校长哦，刚刚买了气炸锅，请问要去哪里找神秘的食谱呢？谢谢，你可以PM 我们的 page 吗？我们有一个助理会 share 那个 link 给你，或者你自己去 BDI Kitchen，BDI Kitchen 那边有一个 group 也是可以找到他的食谱啊。很想吃啊 ，Anna 一讲 OK， 欢迎来我的家吃啦，来。给你们四次 ，OK， 嗯 ，OK， 嗯，那表弟又有感而发了，乱post东西了，表弟要注意，珍惜深夜厨房，表弟要筹备咖啡店的工作，我们已经不会每个星期都做现场直播了，现在天气炎热吃最好，对，冰冰凉凉。Yes, I want you. 一定要试做，大家试做一下，非常简单，很简单。然后请我们的嘉宾一下，那个一盒，一盒啊，我去包好了。啊，去，然后去包的。来，我们给看看，你可以，什么食材都没有准备，你只是做糖浆跟这个，什么凉粉都可以啊。你没有加别的东西。然后，如果你有一点心思，你做准备多一点，你可以这样做。你没有准备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单吃也是很好吃啊。哦，有时候想要吃就是要做的啦，不用特地去买那一大堆东西。有一个粉丝嘛，张素欣讲，我们以前68年代小时候商家比较红色，对，大片长。哎 ，Hello， 一盒呀，你那个 Hello， 呀、yeah ，跟妈咪讲 Hello 哎，他看这个水果了，你看，妈妈，妈妈，恐怖，妈妈这个很恐怖，不要，一盒，妈咪在这里，一盒，不要妈妈，他在地边看我，你看，嗯，妈妈，你要吃个这个吗？杰利，有吗？有变胖吗？你们从，我跟你讲，我这个是，我这个 baby 啊，我的这个叫什么？一盒，他是从他出生不久，他不敢吃。你有看过这样的东西？他怎么短短的？你看，短短，妈妈，他现在有主见了，不是什么东西都吃。拜拜，大家如果。小大儿子6岁，这个小儿子1岁，21个月。你要啊？你要 ？Tomato boy 耶 ，Tomato boy。你吗？你吃看，你看看，哦，没有味道的。他讲没有味道，这么要我吃？这样我给你吃西瓜，我都没人要。小帅哥，你可爱，你看他肚子，你也省了点，一来看肚子先。嗯，哎呦，肚子，哎呦，这西瓜也很甜啊！你买多少钱的西瓜？不懂哦。哇，艾莉讲冬马吃不到，冬马吃不到，你就可以自己做给自己吃，对，没习惯，没有吃也是可以。嗯，还是你要吃个，给他踹看看吃吗？哎呦，这个就要颜色吗？嗯，小可爱，对呀，小可爱，这个是大可爱。娘，娘，我的去对哪 ？OK， 好啦，谢谢大家啦。嗯。感谢大家今天的赏脸啊，我们的人数没有跌过啊，还有起一点点在跌，所以前三。Okay, 谢谢大家观看。所以我们有机会再见。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红糖冰粉。大家要留意表弟的直播啊，明天他们应该会去很多地方。对。拜拜。好，拜拜。孩子4月，哎，6月多生的，6月17号，拜拜。